觉得学佛就很简单，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你就会过得很自在、很快乐。阿弥陀佛，哎，很好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慢慢有点剧透了，将来会有点消息。在鬼王角色里面，千万千万不要去骗他，因为他其实我觉得就是真诚的对待所有的人嘛。如果有反背的话，就是有慌不一的话，他可能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你会不会是因为一直在修佛，所以对人的看待更应该去相信？有没有影响？当然有，有影响。我觉得你学佛就是放下嘛，很简单，就是放下。其实然后就是真诚，真诚很重要，真诚放下。我觉得这四个字很重要，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你就会过得很自在、很快乐。阿弥陀佛，哎，很好，我就是要逼你讲这个话，表现得很好，这样子让大家都能够在他耳朵里面种下了金刚种子，这很重要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看到那个方文琳，就是哦，因为你们以前是对啊，对啊，都很好啊，你有什么？跟他关心吗？我们也很久没了，但是我看那个消息，我觉得他算坚强了。那碰到这个事情，我觉得一定会有吓一跳了。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走过来我替他很开心啊，真的很开心。刚看到吓一跳，哇，这么健康的人呢？我们大家以前这样子，然后他也常运动，一天到晚马拉松的，我突然看到我觉得哇，所以平常生活很重要。真的很重要，大家都一样。你有开始也会检讨说自己会不会有什么生活习惯，或什么可能是会危及健康的吗？我还好，我生活太简单了，我生活太简单，太单纯。我又不抽烟不喝酒，然后没有什么交际应酬，我们都生活都很简单很健康。所以我觉得人的会遭遇到什么事情，其实很难去预料。那就是平常自己生活上面要自己注重一下。